各位早晨，欢迎你来参加北约恩典福音堂的粤语堂 的实体的崇拜。在网上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首先我们安静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圣经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诗言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声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用赞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起立，因为主在圣殿中。请坐，而是诗歌敬拜的时间，我们请 Winnie 姊妹带领我们一起的颂赞上帝。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一同来到敬拜，让到我们开口唱，用我们的心，我们都赞美我们的主，会众请一同来到起立，我们颂赞我们的神。神的殿里面，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我们的主。
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应当仰望我们的神，因为他的笑脸帮助我们，他还我们还要去称颂我们的天父。全心全意渴慕我主，赞美敬拜全献给你，全心全意爱慕恩主，应当单单仰望你。你用慈爱伤悲，为要我免受灾害，你用怜悯的爱溶解我软弱无助，我的心单单仰望你，愿你恩光照遍全地，在每天愿我一生永远属你，全心全意，全心全意渴慕我主，敬拜赞美全献给你，全心全意爱慕恩主，应当单单仰望你。我们永远属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这位的神就是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那位的上帝。愿你我们用以下一首诗歌纪念我们的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面死，就得以在义上面活。所有是你恩手赐我自由，在各国家你于转舍身救赎，救赎我这罪人，让我将所有荣耀归你，用我这一生高举你名，亲身担当我罪，我一生一世属你。
奇妙的爱，我怎配得接受？从今我每天俯伏你面前，称谢你的恩典，让我将所有荣耀归你，用我这一生高举你名，在各国他你深深担当我罪，我一生一世属你。神必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哋众人舍了，佢岂不将万物同佢一齐白白咁俾？是你恩典赐给我所有，是你恩手赐我自由，在各国他你专专舍身救赎，救赎我这罪人，让我将所有荣耀归你，用我这一生高举你名，在各国他你亲身担当我罪，我一生一世属你，全是你施恩拯救，奇妙的爱我怎配得接受，容让我在你面前，称谢你的恩典。耶稣，你已舍身拯救，奇妙的爱，我怎配得接受？从今我每天俯伏你面前。我一生一世属你，在各国他你深深担当我罪，我一生一世属你。愿我们的敬拜蒙神的悦纳。姊妹，让我们同心祈祷。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教会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敬拜，向你赞美，是因着你所成就的救恩。主啊，离弃神的人怎样能够再见到神的面呢？犯罪的人怎样能够靠近你这位圣洁的主呢？主啊，教会要见证罪人今天能够亲近你，是因为你所成就赦罪的救恩。离弃神的人今天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见证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因着这个福音，蒙恩的教会今天可以在这里唱出天使从未唱过的诗歌。主耶稣，若果我们忘记你这个救恩，求主赦免，
求主的圣灵再一次的更新我们蒙恩的感觉，叫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因着蒙恩，以致对其他人能够施恩。今天我们仍然为着受疫情困扰的世界来代求，若果可以，我们愿意更多的人心能够有所醒悟，知道有一位天父在这里等着他们回家。我们都为着各地因着你的名受逼迫的弟兄姊妹祈求，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作他们的力量，就是在受苦中仍如明光照亮，作你的见证。主耶稣，当我们连于你地上教会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我们亦被在受苦中作见证的弟兄姊妹所激励。所以亦求主叫我们每天能够让圣灵充满，在我们所处之地亦能够为你的名作见证。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家庭生活，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工作的生活，亦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教会的生活。愿教会在地上行事为人真是能够与我们所蒙的召相称。天父啊，我们惧怕叫你的名蒙羞，所以我们祈求天父叫你的教会，你这个新的创造能够成就你的心愿，藉着教会在地上彰显天上的样式，以致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人都能够见到你的国降临，亦都可以经历到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请垂听教会的祈祷，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跟着是读经的时间。早晨，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所读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二到十节，请听我读。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权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瞒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上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经文读毕，跟住系信息时间，将时间交俾张牧师。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姊妹早晨，咁样先似实体噶嘛，系咪？我哋屋企嘅里边。看网上的时候，我们都
冇辦法同大家兄姊妹講早晨啊平安。咁啊，今日我哋實體咧可以啊同大家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去敬拜，嚟到去讚美，係一件好美好嘅事情啊。咁今日開始分享神嘅信息之前咧，我好想同大家睇一個見證，係王媽媽嘅見證。咁我哋而家俾大家嚟到安靜，嚟到去聽一聽王媽媽嘅見證。早晨啊，王爸爸、王媽媽。你好，张牧师你好。啊，好高兴咧，今日能够同你哋一齐倾下偈下。咁啊，听讲咧，你哋搬咗嚟 Tendergare 都有一段时间咯噃。系啊，好快啲日子过得七年啦，已经。哇，七年啦，系咪？咁当初你点解过嚟 Tendergare 住嘅？因为咧喺屋企住，自己照顾唔到自己，咁啲细蚊仔工作又好忙，个个人系咪啊？咁假如我哋嚟咗呢度啦，至少佢就少咗好多負擔，係嘛？咁除咗呢度人照顧你之外，仲有咩另外嘅原因你要搬嚟 Tendergare 住啊？我搬嚟老人院咧，係我好早一個心願。我話我要俾我實際嘅年齡早啲入老人院。點樣實際年齡呢？就係我仲有記憶力，我仲可以傳福音。啲體力都仲可以去探下佢哋啊，講唔好老到糊糊塗塗，眼睛睇唔見，耳仔聽唔見，咁我仲點可以向人傳福音咧？所以我就話我入老人院，我係好可以服侍到人。哇！真係好感恩喎、哦，即係你呢個心願咧，神完成咗你噃。我知道咧，你哋星期二喺 Tendergare 都有服侍㗎，係咪啊？係。我初初入嚟嗰兩年咧就係適應啦，因為入老人院真係要適應嘅，嚇好多衣食住行各方面。咁咧加上咧黃爸爸咧喺嗰陣時候有一次大病，係腦內出血，好危險，喺醫院住咗一個月，又去呢個 rehab 度住咗三個月，翻嚟之後又唔行得，要用輪椅，所以我嗰陣時候咧就。精疲力盡係嘛，要照顧佢，但好感謝神，就係佢咧一路一路康復嚇，佢、可以由坐輪椅到用握下行得翻，落得去餐廳食飯，咁我變咗咧，我個負精神個負擔就冇咁重，咁我就開始諗我應該點樣服侍咧，咁嗰時我就識咗幾個周圍嘅姊妹信主噶。我就話你好唔好嚟我房度，我哋一齊查下經啦，咁係嘛？初初就係四個人，咁我哋就好開心啦，四位姊妹。咁下一次我就話我向神求多啲，可唔可以俾我有七個人咧？嚇、啊！咁我啱啱有七張凳咁咯喎，但係咧神又應允我，下個禮拜又俾我增加咗三個人。再下次我就大胆啲向神大大开口，我就求有十一个人，神又一样应允，咁唔够凳坐就唯有问啲仔叫佢哋借啲嚟啦，系咪啊？最后咧再求十四人，咁但系咧神都系咁样应允，每次每次，但系咧十四人咧我房就唔得啦，点解咧？佢唔系十四个人嚟，而系十四个人。有起碼十張 walker 或者輪椅，咁我哋逼到咧差唔多跌倒，行都行唔過。咁我就試落去同呢度嘅經理講，可唔可以借一個大廳一間房俾我哋開始呢個查經班？咁咧當時我神都俾我有智慧，我就將嚟參加嗰啲人嘅名俾佢睇。咁佢問我：你呢啲人係咪呢間老人院㗎？我係嗱啲房號名喺曬度。佢心尾咧，佢話我係要考慮、要商量，仲有其他嘅唔答覆得我字。咁我哋祈禱咯，祈咗禱嘅結果，佢都係唔答覆得。佢話因為咧，我準佢哋基督教嘅團契嚟咧，我即係第二啲團宗教問我咧，我都要應承。所以咧，佢就話唔得啦，對唔住啦。咁我好失望啦，係咪啊？但係好奇妙，就係咧，心尾佢睇到我房嗰度咁擠擁嘅情形，佢咧
就应承俾我哋有一个地方喺个大厅嗰度聚集，咁然后发展到一路我哋牧师李牧师上嚟帮手 ，Lisa 姊妹带一班姊妹嚟帮手，我哋就开始能够去探各个房间嘅人，邀请佢哋出嚟喺呢个聚集，就成立咗呢个摩西团契。每个最后的礼拜二就是我们的聚会的日子，第三个礼拜二呢就是他们都上来去探访这些住在这里的住客，就是这样来了摩西团契。哦，真的很感恩啊。我知道不单止这样，最近疫情之后政府开放的时候，你间房哇，又好似好忙碌咁喎！星期日系唔系啊？究竟咩情况啊？政府六月嗰时开始，因为我哋一路呢度都封锁晒，我哋唔可以离开我哋间房，亦唔可以去人哋间房食饭，又送到嚟。但系六月开始咧，就开放我哋可以去餐厅食饭，每间房可以有两个人客嚟探。咁我咧就話咁兩個人客，咁我同黃爸爸咪四個咯。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開始咗，因為啲仔咧知道我哋唔落得去做呢個實體崇拜，教會亦未開始，佢就同我哋博好個電腦，等我哋可以喺個廳度一齊聚會。咁咧初初就係四位，因為佢係指兩個人。每个人有两个人，我哋两个人就有四个人，咁咧就好开心，因为我哋发觉好开心，佢哋又好开心，好耐冇聚会啦，好多弟兄姊妹，有啲咧香港宣道会，有啲系潮语浸信会，有啲系嘛，个个都系受咗浸嘅，咁咧跟住咧我哋就大胆咗，冇依佢规矩，就又去请多两个人。咁后边有六个人，加埋我两夫妇八个人，最后来发觉仲有啲信主，又未有机会嚟，又去请，结果咧，而家就系有十个人，有一个未信主就系佢蔡太，然后上个礼拜圣餐我都系有机会圣灵感动我，同佢讲引导佢信咗主，好欢喜。咁咧跟住又有一个新嚟嘅马婆婆啦。佢又係牧師嘅外母，又係信主主嘅，係滿地可落嚟嘅。咁我又佢都唔知幾向往，聽見我哋有聚會，已經歡喜到不得了。所以咧，我今次我相信我有十一個人咯。咁似乎咧，我間房都因為你知道唔可以坐得太近啊嘛，我哋都戴口罩，做好呢啲防疫。不要因為有什麼事整到他們就要停止了我們的聚會、啊、真的很感恩、啊、哇真的星期二又星期日、啊、你們可以在你間房、啊、雖然看電視但都有一個實體的敬拜、啊哎、裡面大家又可以唱歌又可以分享也有人信耶穌、啊哎啊、真的神祝福你們、啊我哋仲聖餐添喎，張牧師。哇！我哋都有食餐。哇！真係俾我哋好多鼓勵下。咁請問你有冇咩我哋可以教會為你哋喺Tender Care 嘅服侍可以為你哋祈禱啊？第一，我就需要啲冇咁闊嘅凳，有扶手嘅。我已經向當局要求佢哋俾八張我噶啦。但是呢他就說有些困難要八張他們未必有、啊、一樣的椅子那呢我們繼續交給神的手裡面啦現在我們勉強都還可以是吧但是呢就即是舒服一點還有沒那麼逼咯那人第二呢我們摩西團我長期以來都覺得有個缺乏就是我們除了李牧師我們很需要一位成人的男士来帮下手，因为咧黄爸爸而家行动唔方便，佢脑退化嘅情形都系慢慢严重咗，所以好多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去探啲住客。咁假如单身嘅男士咧，我系唔会去佢哋房嘅，因为系好唔方便，同埋会俾人讲闲话。
所以呢，我希望呢位弟兄能够第三个礼拜上嚟啊，第四个礼拜上嚟，一两个钟头，咁我哋可以一齐去见下呢啲男性嘅老人家。咁系，我觉得我需要就系咁啊，多谢。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嘅分享啊！我哋一定喺祷告嘅里边咧嚟纪念你哋嘅需要啊！我哋好感恩神啊，赐福你喺 Tender Care 嘅里边嘅服侍下。咁咧，呢个就系王妈妈咁佢嘅分享。哇！我哋真系有好多真系要学习佢，系嘛？话佢喺 Tender Care 开始搬入去嘅时候，喺个房嘅里边查经，由几多个人开始啊？两个人开始，是吧？跟着呢祈祷、哦、变了多少人啊？四个、六个、十一个，是不是很得一些鼓励啊？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实体敬拜，我们有多少人啊？陈牧师四十，那我们呢又要祈祷了、哦、我们由四十个就变六十个，六十个他又变十一个，我们变一百一十个，因为一百一十个呢就是这个 gym 里面最高 的容量120个，哇，又升了、啊、那么我相信呢迟些教会就从全全开放的时候呢，不单止120个，所有弟兄姊妹都来到呢可以回到来实体敬拜。但是有一件事呢，王妈妈就提醒我们，首先要怎样、啊、大家戴着口罩，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吧？祈祷是不是？哎啦，我看到后面有个姊妹的手势，就是我们要祈祷、啊、不单止在牧师在台上的来到去、啊、讲道来到鼓励，也都要我们弟兄姊妹呢在当中来到一起祈祷。那我首先呢就给王妈妈他们聚会的图片给大家看了，是不是很逼啊？真的很逼的、哦、你想想这里只有九个人，我数过的了，哇，现在他说十个、十一个，哇，將來呢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十一個，他很可能又要 去到個管理層那裡，那些工作人員跟他說可能我要申請一間大房，可能20個、50個，哇，超過我們現在這裡40個的弟兄姊妹來到實體敬拜。所以你看到呢，原來呢很多的時候教會的生活是需要這樣的。在弟兄姊妹的裡面呢，我們從弟兄姊妹的榜样的里面来到学习。那我们过往从这几个月的里面，我们讲分享的题目就是侍奉，是吧？所以过往当中我们首先讲到教会，讲到恩赐，讲到的属灵的征战，也都讲到钱财， 上一次陈牧师讲到与神同行。那今次呢就是讲到分享，而这个分享呢啊、原来圣经教导我们呢，除了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分享我们对神的知识之外呢，有一样事情是好，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很重要，是非常之重要的，是没有一样的事情可以，没有一样 的其他的事情可以来代替这个事情的，就是生命的分享。就好像王妈妈在她家的里面，在她房间的里面，这个实体的敬拜呢，我们不可以用第二这个方法来到代替的。譬如他里面就有人信耶稣了，譬如他、能够在当中他们大家一起的人家祷告的时候他们讲阿门，一起的唱诗歌，一起的来到去分享神的恩典见证，这些的生命的分享呢，就必须要在教会的里面大家一起的，透过你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一起来到去成长。就像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 Tipsa 罗尼加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呢是我一间从圣经里面看的，我其中一间我最喜欢最喜欢的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大家会看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呢、啊、保罗在祷告的里面来到称赞，来到感恩，来到纪念在这间教会里面的信徒呢，他们有信有爱有盼望。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牧者、教牧同工、领袖、弟兄姊妹都很想我们的教会好像帖撒罗尼加的教会一样，有信有爱有望，是不是？好，我们等一天大家不用戴口罩的时候，我听你们的回答。我们真的每个
每个弟兄姊妹翻到嚟教会，真系好想我哋嘅教会系被人称呼啊，被人喺祷告嘅时候，喺纪念嘅时候，哇！一谂起恩典福音堂呢间教会，就好似帖撒罗尼加教会一样，系一间有信有爱有盼望嘅教会。哇！所以今日我好想从大家喺呢间教会嘅里边嚟到去学习点样嚟到去分享我哋嘅生命。在个信仰的里面怎样来到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分享成为弟兄姊妹，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又成为他们的榜样。我们看一看这间帖撒罗尼加教会 他的背景。如果我们看回使徒行传，从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他讲到保罗他就是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他就去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在那里就跟西拉就在那里宣教，带着提摩太。然后在那里宣教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很使用他们，在腓立比带领人信了耶稣，但是呢被当地的人来到逼迫他们，拉了他坐监，拉了西拉和保罗坐监。所以我们会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在监的里面他们被打锁上木狗，他们以唱诗来赞美神然后神呢就施行一个神迹拯救他们，是吧？将他们从监牢里面释放出来。甚至在这个情况里面，他帮了个狱卒和他狱卒的一家，当信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就是在腓立比保罗宣教。但是因为当地的人，因为保罗的宣教带来他们的生活他里面很多的影响，所以他们呢就逼迫保罗，逼迫西拉，拉他们坐监。后来他们放监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留在那里会影响当地的信徒，所以他们离开，一离开了腓立比，他们就来到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保罗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按他平常的惯例先去到个会堂跟犹太人来到传福音，是吧？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讲他一年三个的安息日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保罗是不是只停在那里三个礼拜呀？三个安息日就三个礼拜咯。哇！如果真的三个礼拜的时候，哇！这间教会真的很犀利。你想想，一个宣教士，一个牧师去到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已经不容易了，是吧？哇！如果真的留在三个礼拜，那间教会能够变成有信、有爱、有望的教会，哇！是不是很犀利啊？而且呢，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去宣教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带来一些福音所带来的成果当时有犹太人信耶稣，也有很多的犹太人不信耶稣，跟他们辩论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耶稣是尼赛亚，有些人是听了他的劝告就信了耶稣，但有些犹太人呢就不听他的劝告，就硬心的不信耶稣，甚至当地有些希列人一些尊贵的贵妇他们都信了耶稣。这些犹太人就妒忌了，嫉妒所以很不高兴，就要来到去到保罗当时在腓立比帖撒罗尼加住那个耶孙的家里面，就要想着来捉这个保罗，捉这个西拉，即是他们怂恿那些当地的流民又告诉当地的地方官说这个什么搞乱天下那个耶稣他又来到了，甚至呢他们来宣告他们会来做王令到当时的地方官很害怕你又来了做王，那我做什么？于是呢就逼迫他们去到他们住的地方耶稣的家里面，要捉他们。神有很多的恩典，保罗和西拉就平息避开了那个灾难。就后来呢因为怕影响到当地的信徒，譬如当地的犹太人和当地的人继续来逼迫教会，逼迫那些信了的犹太人逼迫那些收留保罗的耶孙的家的里面。所以呢如果保罗西拉继续留在里面，教会的里面会被因为保罗西拉的缘故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甚至要被捉要去坐监，所以他们离开了。咁問題，保羅係咪真係得三個禮拜喺帖撒羅尼加呢？其實未必一定嘅。聖經只係講到佢有三個禮拜喺嗰個會堂嘅裏面同猶太人嚟到去辯論，好可能有好多嘅其他嘅時間，佢喺其他嘅地方同希臘人同嗰啲尊貴嘅貴婦同佢哋去傳福音。雖然好大嘅可能唔係三個禮拜，
但是同样亦都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很紧张的。如果你看回《使徒行传》，由第十六章又看到十七章，哇，去到哪里，保罗撒拉提摩太去到哪里，就逼迫到去哪里，是吧？而且那些犹太人呢，跟住他们的，他离开了帖撒罗尼加，他们跟住他们去到腓利亚，哇，你去哪里就跟到去哪里，然后你做什么他就破坏你什么。所以呢，哇，你真的如果看到那使徒行传那几章圣经，你会觉得很紧张的，很节奏很速很快的。所以呢，很可能他不是三个礼拜那么短，也都不会是一年那么长，一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那就很不容易的了。因为他们在一段短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为这间教会祈祷的时候，哇，为到这间教会，因为他们所信信心所作的功夫，因为他们爱心 所付出的劳苦，因为他们在耶稣盼望在耶稣的里面所存的忍耐，哇，短短时间的里面，这间教会的信徒，整间教会的里面是一个有信有爱有望的一间教会，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渴望，我们的教会就是一间好像帖撒罗尼加教会的里面一个这样的教会，是吧？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是不是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能够彰显的一个标记，是不是我们作为信徒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就是要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我们看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虽然保罗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好像保罗那样咁俾神重用，咁多嘅恩典，咁忠心嘅牧者或者系长执或者系领袖，我哋虽然我哋睇到，哇！这个保罗去到呢个地方只系几个月嘅时间，能够将当地嘅人真系好似佢讲搞乱天下。翻天覆地，从一个哇，如果我哋睇第一章第九节，佢哋系从前系拜偶像嘅人，离弃神嘅人，哇，一变短短嘅时间，几个月嘅时间，佢能够成为一个有信、有爱、有盼望嘅教会。唔单止佢嘅教会成为有信、有爱、有盼望、有盼望嘅教会，保罗仲喺度讲到佢成为当地马其顿省、亚该亚省。马其顿亚哥亚即是代表整个的希腊，整个的希腊所有的信徒的榜样，整个希腊所有信徒的榜样。然后他还讲到，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信、个爱、个望，是在各处不同的地方是传扬开去。哇！我哋真係好盼望今日喺多倫多，或者喺加拿大，所有或者喺全世界各地嘅華人教會，我哋可以真係好似呢個帖撒羅尼加嘅教會一樣，唔單止我哋喺教會嘅裏邊，大家彼此成為一個效法嘅榜樣，我哋可以成為我哋 local 嘅，我哋當地嘅其他信徒嘅效法嘅榜樣，甚至我哋透過我哋嘅生命能夠將这个福音，将这个信、这个爱、这个望带到世界各处的地方，这个是岂不是正正神拯救我们、呼召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使命？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看到帖撒罗尼加这个第一章圣经的时候，不单止被当时的信徒鼓励，也都给到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提醒和激励。在这里他讲到，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原来每一个信神的人，他的信心是必须有一个生命，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行为，这个功夫，不是代表，哇，你做这件事才能够表现你有信心，而是讲到，当我信了耶稣了，我有信心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个信心会带出我们来的生命一个行为的来改变。好像第一章第九节他讲到，这帮帖撒罗尼加的人，他们从前是什么？拜偶像的，他们不认识神的，
他跟當時那些 希臘人他們所拜的宗教，他們 所道德觀念 所做的行為跟他們是一模一樣的，因為他們不認識神嘛。但是當他們相信耶穌的時候，聖經講到他離棄，已經拒絕離開、啊、神不喜歡的東西，離開拜偶像的事情，不單止說還做什麼服侍那個什麼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个是信心带给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第二方面，保罗在这里讲到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啊、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大患难的当中，逼迫的当中，他们因着圣灵而充满喜乐。所以我们看到原来帖撒罗尼迦不是说、啊、我信了耶稣了，我听了你福音了、啊、我就平平安安了，没事了。他们都好像保罗一样，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为主忠心你们传道的时候，生活里面仍然要面对来自犹太人来自当地的人对他们的逼迫。但是正正就在这个逼迫的里面，信徒就可以将那个爱心散出来。我们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平平安的时候，我们听到圣经很多的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关心。但如果在平平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就很难去实现，真的不是很难，即是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环境给我们去实行这个彼此相爱彼此关心。但是正正在一些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些逼迫的情况里面、啊、我们就要、啊、来到付出爱心了、啊、这个被捉了去坐监、啊、我们就要帮关心他的家人，照顾他们的需要，是吧、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去探监了。但是就是说，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让我们能够实行这个爱心，就好像在这个疫情的里面，大家都很困难、啊、年几两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两年了，超过一年年半大半年、啊、这些十八个月 whatever， 从2019年是吧，2020年的3月一直到现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困在家里面，困都困到发毛。很多人心灵的里面很多的需要，在这个一年半的环境里面，就是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来去实行爱心一个好的机会。我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疫情未必一定是神用来审判世上的人，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疫情就是神给我们属神的子民有一个机会，来到将我们的爱心来到操练来到散出来。好感恩在恩典福音堂里面，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哇，找一个口罩都难啊，难不难啊，到处都没得买，是吧？哇，那有弟兄姊妹有爱心，姊妹多一点，弟兄是出钱，姊妹出力，那么车口罩、缝口罩、送口罩、派口罩去到那些前线的医护人员， 送到那些长者家的里面，将他们的爱心来去付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实体崇拜，哇，你知不知道每一个礼拜都有调整啊？我们真的看到那些 IT 的弟兄，哇，他们真的是他们爱心的付出，一早就回来教会，一早就要准备。哇，今天你看看，不是看电视机了，今天看的 screen 了。我们今天，哇，不是只是牧师上来就在那里唱，今天有人在那里唱，在那里领诗了。这些都是弟兄姊妹的爱心的付出，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一个我们认为，哇，比疫情之前我们的敬拜、啊、很不如意的情况底下，我就正正就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在这些情况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实行我们自己的爱心，爱心的服侍，我们疫情里面爱心的关爱。还有这里保罗讲到，因盼望主耶稣基督他所传的忍耐，他们受到逼迫，信徒受到逼迫，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大家对主再来那个观念教导呢不是很清楚，他们普遍在当时的信徒呢都认为主很快回来的了，
所以主要回来了，所以他们对主所来的帖撒罗尼加教会，他们都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很快回来了，什么都不用做了，等上升天堂就可以了，所以保罗写这个帖撒罗尼加都教导他们对主所来的观念。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到，他们知道今天虽然我为主来受苦，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我有个盼望，因为主很快回来。主很快回来怎么样？第一章第十节就讲到，可以即将我们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罪得的赦免了，我们有这个盼望，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用面对他的愤怒的审判。因为有罪的人，主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对罪他的公义一定有个回应的，就是一个对那些犯罪的事情是一个愤怒的回应，因为他公义令到他的罪对罪的罪这个事情是愤怒的。但是怎样才脱离到这个神的愤怒呢？没有其他方法的了，信耶稣了，是吧？所以每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只有一个盼望，无论主是今天来明天来几时来都好，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得到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可以上天堂了，跟神在一起了。我昨天就去探了一个人，简单说这个长者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么呢很惨，我只能够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他。跟他经济的时候，身体里面有很重的病，做过四次手术，现在呢不单止身体上的病，跟着他尾龙骨呢，骨与骨之间的胶片呢磨到很薄，咁咧磨到好薄咧，坐又痛，企又痛，瞓又痛，总之你生存就系痛痛痛痛。咁啊，仔女都唔理佢。咁我问佢：，喂，你有冇认识耶稣啊？有，我以前都翻教会噶，祈祷啦。佢就讲：冇用嘅，耶稣都冇同我攞走嗰啲痛，我而家冇咩希望噶啦。等死啦！死咗之后，可能都冇人知道我死咗。咁啊，听晒佢故事，咁啊，到我讲故事啦。咁啊，将我嘅故事同佢讲。我太太喺2018年，佢都被证实患上癌症，同你一样。佢唔单止患上癌症，佢系第四期，已经扩散到身体上所有嘅骨嘅里边。佢嘅痛同你今日嘅痛一模一样。冇办法坐，冇办法企，冇办法瞓，一样好似你一样要食止痛药。佢一样同你一样，求神医治，求神攞走佢痛。我系牧师，佢系师母。神冇攞走佢痛，神冇攞走佢病，但神用其他嘅方法嚟医治我哋，未必一定用我谂嘅方法。神拎走他的恐惧，神给他心里面有平安，所以在他痛的里面，他仍然去周围去跟人家传福音。他听到之后，哇，他有几醒的回应，即是不要 complain 啦，是吧？我说不单止这样，因为他知道他有盼望，他知道生命几长都好，有日都要离开。这个痛，这个病是短暂的，他盼望将来去到神那里是永恒的，在那里没病没痛。今天就算你身体健健康康，大富大贵，儿孙满堂，但是如果你将你的希望摆在地上的事情的话，你要拥有儿孙满堂，大富大贵，身体健康，这个你的希望摆在这里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就像传道书所说，空虚的，你不认识神，你生命所拥有的东西都是空虚的。所以如果今天你仍然将眼光摆在这些地方，任何一个人他都没有盼望的，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你告诉我有什么盼望？但是传道书讲到，神将这个永恒摆在我的心里面，这个盼望就在神那里。
不是地上的，地上的东西你会失去的，所以 你的希望只是单单放在地上，你会没有盼望的，你整个人生。但我师母我太太，她不是只是、放在老公啊、仔啊这些的事情，因为有一天怎么都会离开的，但是她知道神，她和神是永远会不离开的，在那里面才能够有盼望，是吗？所以哇！呢間教會幾個月嘅時間，從拜偶像，哇，去到有信、有愛、有望，啊，然後喺個逼迫嘅環境裏，唔係話即係大家舒舒服服坐喺度咁啊嚟到實體敬拜，或者喺屋企嘅裏邊網上敬拜，即係喺嗰個環境嘅裏邊能夠表達出一個咁嘅生命，呢個係咪正正我哋好渴求嘅生命咧？有信、有愛、有望，但係。问题是我们怎样样才能够彰显这个生命呢？保罗继续就讲下去了。第一方面，这个是神的恩典来的，是神所爱的弟兄，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讲到神所爱的弟兄，神的拣选，这个就表示所有的都是神自己的恩典。今天你和我坐在这里敬拜，在家里敬拜，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厉害一点，你是什么人，或者你什么地位，而能够被神来拣选，而因为你有什么功德，你都成为神的子民。不是的，原来这里讲到是神所爱的，神所拣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第一方面，怎样才能够有信、有爱、有望呢？要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有这个生命才能够离弃偶像来服侍有真有的神。第二，讲到这个保罗讲到不是督父言语、在乎、权能和圣灵和充充足足的信心，在这里讲到不是说言语不重要，就是讲到除即不是单单只是靠神的教导，神自己的言语，神的真理。所以譬如我们现在、我们很感恩在疫情的里面，我们在家的里面能够上网来到敬拜，不单只敬拜有主、然后我们甚至呢、可以参加其他的教会，或甚至香港那些、来到在他那里来到学习，来到认识神，是吧？我们在疫情的里面 lockdown 的里面，神给我们的恩典仍然让我们能够在知识上，我们来到去认识神，就好像保罗大福音去到帖撒罗尼加的地方，让到这班、当地的人、犹太人、他们听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舍身然后复活等等，都需要透过神自己的话语。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不是只是单单言语，如果单单是言语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家的里面，我们上网敬拜，我们上网 Sunday School， 我们上网来到 去认识神，可以的，甚至比我们在实体的里面更加可以的。我们看到祈祷会的人数增加，我们看到、主日学的人数增加，这些绝对是可以的，如果是我们在认识神的方面，我们绝对做得到。甚至他都讲到是圣灵他自己的能力，福音来到你们那里，来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听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请教一切相信的人，当一个人接受福音的时候，圣灵就给他能力，生命来到去完全的来改变，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圣灵给我们有充充足足的信心，在疫情之前，在疫情的里面，在疫情的后面，无论今天是撩什么是新New normal， 或者 old normal， 或者你不 normal， 你在家的里面，在实体的里面，我们同样可以经历圣灵自己的改变，经历圣灵的自己给我们的信心。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没办法在家的里面你都做得到的，这个就是生命的分享。所以保罗去到那里，他说我和西拉怎样行事为人，你们清清楚楚就知道了，是吧？不是靠把口讲的，这个是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你们是清清楚楚知道。不单止你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甚至
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去到其他的地方，他们见到都效法我们的榜样。这个生命的分享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家对着个电视机，跟着他唱歌，跟着他祈祷，跟着他阿门，跟着他起立，跟着他坐下，跟着他听他所有的报告，能够达得到的。同意吗？所以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就是在一个欧罗姆的里面，我们没有疫情的时候，哇，我们有偶然之间都会听到一些朋友或者弟兄姊妹问我，喂，牧师，或者问你们组长，其实我们一定不用回教会敬拜啫。我们在网上当时都会 有网上的敬拜，是不是？那我网上的敬拜都是按着个心灵和诚实，按着个圣灵和真理来到敬拜，那为什么要回教会呢？你有没有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有的嘛，大部分都会听过的嘛。那你怎么会回答？是啊是啊，对的了，我们在家就可以了，都是同样敬拜而已。你不会这样说的嘛，我们疫情之前我定会说，喂，不是这样的嘛，是吧？除了来到去听到认识神之外，原来我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生命的来到分享，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不是只是我自己，我 deal with 神，我跟神的关系，我自己生命的改变，没错，在乎言语，在乎你的智慧，在乎圣灵的带领，这些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但有一样东西你在家做不到的，你对着电脑是冷冰冰的。我们在一起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才 feel 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侍那种 passion， 那种热诚，我们才可以感受到弟兄姊妹所付出的劳苦，他们爱心的付出，我们才可以看到整个教会里面，我看到王妈妈的里面，她的祈祷四个、六个、十一个，跟着二十个、五十个在星期二的里面的敬拜。这些正正是保罗给当时的教会他们的鼓励，给我们的提醒。今天教会不是为了人数，也都不是说了你在家就 你就不熟灵，你回到教会熟灵。 No， 不是为了个数目字，是为了什么？圣经是提醒我们，这个生命是要生命影响生命。我们今天回到教会，不是只是单单拿那个知识，如果你是要拿知识的，没错，我们在网上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知识，但是一个生命的里面，你影响我，我影响你，是没有办法透过其他的渠道能够达得到的。所以希伯来书就跟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不是说你网上不是聚会，而是你实体的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生命上我们要去面对，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必须要是你来提醒我，我来鼓励你。就好像在几年前，不是两年前，不是很久而已，弟兄姊妹就提醒我了，喂，牧师，你把口好不好、啊、你要注意一下你讲嘢，不要成日论断人、啊、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是不是？在这年纪的里面，在lockdown的里面，我成日对着个电脑，我以为我 work 的、啊、我真的没有论断人、啊、为什么？因为我家的里面嘛，我对着个电脑嘛，我不是小组查经， 我就是 Sunday school， 我就是讲道嘛，难道我在这个场合我还可以论断人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以为我生命被神改变，的确可能我生命被神改变，但我没有办法来到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我没有在你们的面前，没有大家在那个服侍的里面，没有大家在那个 fellowship 的里面，没有大家在那个接触的里面，让我能够看得到我的生命是真的被神改变。我仍然很可能是蒙在那个鼓的里面、啊、很高兴啊，喂，真的这个年纪的里面我真的没有论断人、啊、其实我是没有机会去论断人。你明白个 分别在哪里吗？所以一个生命的分享对我们每一个信徒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今天教会为了大家能够来到实体敬拜，教会我可以跟大家说，可以付出很多爱心的劳苦，每一次来你都会看到每一次的不同的改变，是不是？所以在祷告里面，我为你们来祈祷，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方为神作见证，
成为一个有信、有爱、有望的教会，必须要我们除了我们的对神的知识上的认识，也都要透过我们在个服事的里面，在个实体的里面，令到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无一样的事情可以代替的。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交给你。主，我们很感恩是你自己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我们很感恩是你的圣灵来改变我们，让到我们能够是有信、有爱、有望，这些完全都是你的恩典，这些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主，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单单的来到是去知道这些的知识，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透过弟兄姊妹铁磨铁，磨出恩爱，让我们感受得到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爱的付出，那种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的改变，那种在一些不好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从主耶稣的里面能够有这个盼望，以致我们能够忍耐。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困难，知道有很多的我们需要，但我正正在这些困难的需要的里面，让人看得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信、有爱、有盼望。我们感谢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阿们。好，我们三一众的时间，我们请弟兄姊妹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众。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望真主人，天上万军中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我们一同的同心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以下是恩福加信。咁喺我讲呢个恩福加信之前咧，或者我哋可以同唔使接触啦吓，只系望一望对方，愿你们平安，好吗？我哋喺基督里边咧，一家人，我哋应该要时时咧彼此嗰种嘅问候，彼此嘅代祷，彼此嘅支持。啊，愿你们平安吓。咁首先咧，我欢迎咧所有出席实体同埋网上崇拜的每一位，欢迎你。如果假如你是第一次出席我们的崇拜的话，我们代表教会来欢迎你。不知道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你，好吗？好，这边呢，好，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呢邀请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一起来去敬拜，一起来去认识上帝，更加知道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信、有望、有爱。如果想出席实体崇拜的，请记得在教会的网页登记，这个登记时间由星期一至到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半，我们呢先到先得，额满即止。登记的时间请详细各项要求呢可以在网上看到的。出席的实体崇拜呢，记得每一次都要报名的。
咁出席嘅時候咧，要緊記咧，要出示呢個教會發出嘅疫苗核實卡，同埋加快進入我哋嘅會場嘅手續。喺教會咧，必須要戴口罩啦，同埋保持社交嘅距離。出席嘅一定要已經打咗針啦，可以安心一齊嚟去唱詩。咁咧，11月28日就係我哋嘅會友大會，喺星期日嘅下午2点喺網上舉行。咁議程咧包括我哋明年嘅預算案同埋修改章程啊。咁記得各位嘅會友咧預留時間出席會議嘅連結咧喺崇拜嘅程序表裏邊。咁咧 KLS 嘅報告為鼓勵大家出席會友大會咧，當日嘅有 KLS 嘅聚會於上午11点半使用呢個1至3年班嘅 Zoom 連結舉行咗 KLS 嘅聯合崇拜。浸禮同埋轉會禮咧會將會喺12月19日舉行。申請浸禮同埋轉會咧，請向牧師嚟報名。今日咧係最後限期啦。咁歡迎大家嚟參加成人主日學。今日咧我哋有馬太福音啦、新約中覽啦、我信生命更精彩同埋浸禮班。咁咧詳情同埋各班嘅連結咧，可以瀏覽我哋教會嘅主日學網頁。新一季嘅主學咧，將會喺12月開始舉行啦。咁咧主題係呼召就是聖旨道。咁除咗使用3-5成群嘅形式之外咧，呢一次咧將會增加使用影片嘅教材，所有嘅學員咧必須要登記嘅。咁小組咧就可以向你嘅組長嚟報名啦。如果沒有參加組長的，可以向牧師來去報名。 KLS 的兒童主日聚會會在 Zoom 網上舉行，4至6年班是早上11点半到下午12点半，1至3年班是下午2点到3点，幼兒部是下午3点到3点半。而至於團契的聚會，0至5岁就逢星期三早上10点半到11点，6至12岁逢星期六的11点至12点半。咁啊，索取連結可以同老師或者潘傳道聯絡。教會嘅祈禱會亦係喺 Zoom 網上舉行，星期日嘅早禱會係8:45，星期二嘅晚禱會係晚上7:30。咁有關於網上奉獻禱告熱線，可以瀏覽教會嘅 GCGCNY.org。如果想收到呢個嘅崇拜表，可以同我哋嘅 Queenie Go 姊妹安排啊。咁啊，願主賜福大家。